说的年入千万的工作就是这个？对啊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，直接一步到位，干到退休，真是可以做梦。大乔，我就在这个商场上班，你要是有困难的话就和我说哈。可是他真的很挣钱啊。开个娃娃车还这么开心。这个鞋有我穿的码吗？大乔，你在这个店上班啊？这个鞋子我能试试吗？我们店里的鞋子都很贵，要不你去别的店看看吧。不用，我就喜欢这身。小试鞋可以，但是得交一个试鞋费。经理，咱们店从来没有这个规定啊。一个开娃娃车的皮糙肉厚的，万一把鞋子弄坏了怎么办？我交，但是麻烦你再帮我多拿几双吧。穷人就是。这个也不是很合适。那我再给你多拿几双。这双鞋子适合你。怎么不喜欢啊？这可是我专门去楼下垃圾桶里给你捡的。你一个开娃娃车的，有鞋穿就不错了，怎么还挑剔上？我这是为你省钱啊，穿这鞋也不耽误你开娃娃车呀，是吧？还有你，不想干就走人。这店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？我这一个月房租好几万，要是都这些乞丐进来，我拿什么赚钱？经理，我现在就给我出去找客人，今天要是不开单就别想下班。等一下，本想着看在我朋友的面子上给你减房租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给我减租？你谁呀你？你是总裁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天天开着娃娃车，我那是方便收租，顺便看你们的经营情况。